虽然受到疫情影响，餐饮业无好做，不过草屯镇一间业者真有爱心，连续十一年招待南投家父中心服务家庭到餐厅享用美食，而且这份爱心扩大到身边的亲朋好友，有更加侪人做伙加一共行列，餐会是充满着温暖的气氛。不够，我再出菜。在爱心饮水的赞助之下，餐厅业者准备着到丰富的食材，用心来煮食着每一道美味的料理，招待着家父亲自享用。感觉老板和老板娘都很热心，给我们做一大锅的好吃的东西。谢谢老板跟老板娘煮那么丰盛的食物。这几年因为大环境的影响，原物料成本大涨起，好不少店家吃派来做生意。不过草屯这间餐厅业者，十一年来爱心唔捌中断，佫邀集着亲戚好朋友做来投入公益，和家父后辈家庭幸福来享用着餐点，因受来扩大着爱心效益。就我们夫妻哈、一开始是比较艰苦的日子在过了，想说生意慢慢做起来了，想说想要发出一些爱心。南投家父中心办发着感谢证，感谢参与业者来投入公益活动，每年举办餐会，互助做家庭，让使感受到社会温暖。我们非常感谢刘夫人、刘老板呢、他这个善举呢，已经做了十一年，号召所有的亲朋好友，为我们的草屯地区的教辅中心的小朋友家庭提供每一年都提供他们的美味让他们说有一个机会呢来尝一尝这个尤其在春天呢就大家聚一起聚聚一堂。长期以来对南投家父的关心，这款精神奉事真佩服，也希望讲未来更多店家或者讲商店再来加入着爱心的行列。记者林雨欣，长报道。